胡歌老师啊，孙俪老师啊，都是一些我很喜欢的演员前辈，精神吧，我觉得他很坚毅，然后那个认真，确实好多就是让我觉得是需要我们现在有身上有这种的精神。先搞事业吧，爱情没有就没有吧。一心搞事情却不如意，事业没搞好呗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那又来干啥呀？我事业不好，爱情也不好。那先搞事业吧，爱情没有就没有吧。我以前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天性不解放的人，不太解放的人。就讲出清好好了。刘琳跟我太不一样了，她太傲娇，太霸道。然后呢，我生活中我可能根本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你到了那个现场，你必须在三二一的时候让自己进入这个人物状态，哪怕你们可能看到可能让你们很上头的一些情节，或者是我可能自己到现在演的时候我还在那耳朵很红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要让你们觉得我很镇定。因为那怎么办？那刘琳就是我就得心应手啊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可能很难，很压力很大。